欢迎收看《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》，我是尼亚斯。那今天是2018年3月27号，礼拜二，下午4点半。然后我才刚上线这个，你看这群人，就是这群人，嘿嘿嘿，他就我一开游戏，马上就邀请我组队，非常的紧迫，所以我就来不及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礼拜到底更新什么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Let's go. OK， 好，正在录影。Go go。OK， 那我们抽中的就是目前大家看到这张地图、哦。那我就先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上路还是下路啊？他们都走下路，我就跟下路好了。好。那因为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玩，我现在基本上都是。下路蹲补给咯。好，我基本上都是怎么讲，每个礼拜二才有时间开钢弹 online。 我最近都在拼就是 Free Fire 这款手机上面的，就是大逃杀类型的模式的游戏哦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玩。那如果退步了还请各位见谅啊，对，还请各位见谅，我真的太久没有玩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太久没有玩了，所以我刚刚基地也是随便带一带，我就大概就带个迪奥，然后强脑，还有那个吉姆改地面形态跟那个格斗 ZZ 运河用的，没错。还有敌人啊！那我要进去好了。呀！我没砍到，太久没玩了，死了，可恶！没砍到半个人就死了，开迪奥，可恶！哎、欸，他们上路好像要推过去的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有要补给吗？好像没有要补给突哈、哦。我去下路好了，下路感觉好像要被推过来了。对不起哦，各位，我太久没有玩了，我大概一个礼拜只能玩一场。只有空玩一场、啊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去下路，太久没玩，等一下抓一下手感啊，拍谁？好，上路哇，他们上路推得很快耶，推的真的蛮快的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就得到一个头了，也太快了吧。哇，有点难射到！哇！等一下，他快死了！哦，有出核弹了！等一下。等我！啊，没气了！感觉怎么感觉这个武器的那个攻击力变弱啦？啊！差一点把他打死，快把他打死！哇！差一点！啊！既然他们出河了，那我就拿河吧，看一下他们要推哪里吧。延后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。他是要推上路还是下路啊？哦，他们是要推上路。好，上路河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先不要改好了。我先推这里。这什么机体啊？我没有见过哎，好酷哦！这个是在捡肥皂吗？捡肥皂。好。
他们说1600是不是？我等一下看他们怎么推的。如果 X 下面安全的话，我就走下面。对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他们有出补给。哇，好酷啊！我太久没玩钢弹了，看到人家飞起来，我就觉得好酷。等一下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推的速率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好好好，来，快，先飞过去，我上跟不太上哎。哇，他们都偏下面是不是？和下面会比较好一点。我需要下路有人，我需要下面有点人。对，哇，他们全部堵下面是怎么样？你看，有雷达，快到，可以，冲了，可以了，4544 4344 4324 2322，可以，快到了。啊，差一点点。哇，差一点点。啊，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。补突了是不是？好，补突。慎重に行動しよう。今は我慢比べ。遅いな。没气了，先抢圈好了，对，先抢，没错，好，很好，冲，哇，这一场打得很棒我觉得，这场队友超给力哎，等一下哦，冲进去。哇，我只打到一点点。哇，这一场太猛了，我觉得。你要冲进去砍一波好了。不行啊！哇，狙。哇，太给力了吧！我刚刚那样子不行，我这样子不太好，我这样子没有打好。一好像需要人，对不对？感觉一需要人，可是一抢得到吗？一好像抢不到，我从三过去好了。一感觉要被抢回来了。一抢回来了 ，OK， 那没问题。我看一下哦，敌人现在哦，上路有补给，下路没问题。感觉都差不多他们要推上路是不是？我们从中间过去好了。还没有，5好像变多人了。看下这个人，好，死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一只。死了，底下还有一只，我被锁定了，哪里？没看到。哪里啊？对面是不是？看到了。次の標的は誰だ？哇，这么准啊！回収しないと始まらんだ。喂，怎么死的？狙击吗？哦，狙击，难怪。好。死后补突1130，哪里？好，已经来不及啊！这里，走。超多雷达的，超多雷达。人是不是不够啊？
我觉得人不太够哎、欸，我觉得人不太够哎、欸，这个雷达，心跳心跳，人够吗？我觉得人不太够哎、欸，回一下血，回一下血。人不太够，人不太够。等一下，我再回一点血，我再回一点血，再让我回一点血。OK， 好。我觉得从中间往上走应该 OK， 因为他们现在的集中精力应该是在下面。我看能不能从这边绕到 A， 好吧 ，X 去偷 X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感觉 OK， 被锁定了，哪里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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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绕下去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好，然后一路绕过去，一路绕过去。那边有一个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有雷达，快快快快快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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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哇！差一点差一点，有打到有打到有打到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大河还要一点点时间哦，我看一下能不能自己出河。OK， 好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一样出上路好了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这样生疏这样子不行，这样对不起队友。看一下、哦，想一下，这一次一样，这一次要前面一点啊。这样好。一样再试一次哦，这一次不可以再这样了，不能辜负队友送一波啊！不能辜负队友啊！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！一好像敌人很多，要不要转一下？转三。转三看看，锁一下，锁一下，锁一下，一颗雷达应该可以哦。队友如果把那颗雷达拆掉，或许可以哦。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好，我们来让一的队友当那个诱饵。对不起了，队友，对不起了。但是我们从这边走会比较稳一点，我觉得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绕一波，绕一波，希望三的敌人不要冲过来，好不好？希望三的敌人不要冲过来，可以可以，这一波应该可以，这一波应该可以，有点气，有点气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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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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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队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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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很好。我们下路好像有点危险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去下路守一下？我觉得下路好像都没什么人，去下路。有果然有敌人。看到了看到了。嗨。哎哎！それで終わりか。啊！天哪、啊！哦，队友要站到四了。哇，这个太猛了！有爆爆爆爆了！右边基地好像好涂一点，绕右边好了。可以，这可以。哇，吓到我了！哎、欸，好、啊、赢了，赢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好像都在混。感谢感谢。哎、欸，好好强的队友哦！哇，花15分钟就整个打完了。
超快的，不错不错，我觉得不错不错。哇，太久没有玩了，真的生疏了。我觉得我真的要再花时间再多练习一下，整个手感都没了。对啊，这次是靠那个车队啊帮忙啊。对啊，大家都打得很不赖，打得非常的稳，给我第二次机会核弹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哦哦，不要的姿势控制器是不是？好，选哎，选择，确定。感谢感谢，非常感谢，混了一场，混吃等死了一场。虽然说有河道啦，但是主要是真的是感谢队友帮忙推，因为这张地图其实队友如果不推的话，你要单靠自己去偷河比较难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是很靠队友啊，非常感谢这一场的队友，所有的队友真的非常棒，推得非常的快啊，非常的稳啊。对啊，好啦，我先跟这个组队的各位说拜拜。感谢大家，我一部影片完成了，拜拜，感谢啦。哎，感谢的感没有打出来。好啦，先离开啦。对啊，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，非常感谢啊。上一场跟上上一场都打得很惨，这一场打得不错。对，我队友打得不错，非常的稳，非常的棒。我想看一下刚刚那个姿势控制器，控制器是这个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好像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算了啦，就放着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礼物盒啦，因为开场来不及看，有没有超牛啊？啊，果然没有，因为我都没有上线玩，果然没有超牛。哦，好友邀请，好，先放着吧。部队，哎，我这一次好像没有用到部队的机体，还是用一下好了。我看一下啊。地面，然后宇宙用这个好了，好 ，OK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交换锁跟超级扭蛋好了。交换锁我有十张，要15张才能换嘛？101张百事重疾，德尔塔钢弹，没有说很想要哎。扭蛋的部分呢？超扭哦，就这一台啦。我刚刚看到那个有人挡在我前面是这一台，对不对？这台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啊，这一台之前好像有出过，对不对？还是我印象出错啊？啊，每一台都看一下好了啦。它是强袭机体，然后特殊改装，长按行动键发动防御性能，提升攻击力下降，受到攻击格斗伤害被伤害量增加，效果结束后会解除特殊改装，系统恢复可以再次使用，哼，效果时间15秒。所以这15秒内它的防御力会提升哦，好，看起来还好。然后压制战术，冲刺和跳跃时的喷射减少，对主基地攻击伤害，攻击时造成的伤害减少 15%。 哦，高 cost 的机体啊。光速突击步枪威力2900，算是不错哎。全自动型就不看了啦。Mega 粒子炮哦，好，光速军刀6500，哼，感应炮我不太了解，三连装发射应该是要锁定的那种火箭发射器啊，看起来蛮普通的啦，说比较就是跟其他的机器差不多，只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样。这呢，这个是哦，会变成飞机啦，这飞机跟自己刚那些差不多吧。光速枪，哎，这光速枪的威力比较低耶，可是它一次是发射2发的样子，所以这要乘以2吗？所以是2800吗？应该是这样。然后光速军刀，暴风之拳，3000威力 ，NA 形态，好，看起来轰击弹，嗯，看起来差不多哎，嗯，好，再看一下这台吧，这台之前好像出过就不看了，这台，啊，哦，这个之前有的。那这边呢？哦，就那个量产型牛钢林格斯尼禄，等一下，尼禄是之前那个尼禄吗？然后之前那个尼禄它不是支援机吗？格斗伤害提升 15%， 格斗命中后的僵持时间减少 25%。 哦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好格斗的机体吗 ？S 钢跟
大量量产的机体，是台能满足从新手到老兵间各类人群需求的机体。我看一下，光速枪算是普通的威力啦。啊，光速军刀通常冲刺威力第一段与通常攻击相同，第二段通常为两倍，第三段它可以连砍啊。第二形态是什么？双持二刀流，能快速的使出尖细翘少的二连击，连击二刀流跟二刀流，看起来是蛮酷的一台机体耶。然后手榴弹，等于说它是一个偏近战的机体，因为它没有火箭筒啊。对，目测起来是没有，其他应该都差不多啦。可是我只有一个超级扭蛋卷，每日扭蛋抽一下啦。对啊，谢谢 G1 给我超级扭蛋卷，谢谢。可是不够啊，然后这边白金再抽一下啦，看能不能得到第二台。不要，我觉得真的太久没玩钢弹，整个完全生疏了。其实第一次核弹我其实可以核到，可是我刚刚走的位置太靠上面了，我应该要再往下一点，就像第二次那样，我应该再往下一点会比较不容易的被敌人抓到。可是我就直接这样中间冲过去，我觉得刚刚那第一次是不好的示范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好像抽到什么举例型钢弹啊，我之前好像盖过了，用过了，高性能萨克，好像看起来，哎，光速枪我看一下，3500，哎，算不错的那个视作型光速发射器哦。好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玩一款新游戏哦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这一期影片就先这样好了。对，也没什么好说的啦，就是这一场算是大家都玩得很棒，然后就是大家的功劳，主要不是我的功劳，对，主要是大家的功劳。这大家真的是，你们当刚刚看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在打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那个上路要冲的时候就是真的一群人在冲，下路要冲的时候就真的是下路一群人在冲，不会说变成说上路要冲的时候就少少人在冲，其他人还在定点打 KD。 我觉得刚刚那场真的是非常的稳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到那个车队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只知道几个车队而已，所以我没有很熟，所以如果不知道就请见谅。但我觉得很稳啊，对，果然车队是真的蛮稳的。那个我说的稳是说团结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团结的感觉，大家会愿意一起团结一起去打，而不是就是各自打自己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。那其实一般人会输车队的点，主要就是因为不够团结，等于说我们要打上面的时候，结果还一堆人在下面这样，然后就输得很惨，就像上礼拜跟上上礼拜那两场一样，就是上路呢有敌人一群来了，可是一堆人还在下路或是中路这样，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基地又要被打完，然后队友才迟迟跑到上路支援，然后结果人家上路已经打完啦，下路再继续推一波啊，我们下路人又少了，然后又慢慢的往下路走，这样等于说都会这样子啦。对啊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的核弹88次，最近很少玩。对啊，好啦，我们这部影片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。那最近真的很没有时间玩钢弹 online， 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是有考虑要退坑啦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最近我天天开直播，然后又天天发影片，有时候一天还开两次直播，真的是没什么时间剪片，又没什么时间私底下练钢弹 online， 所以就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会再看看能不能找时间啦，也许可能未来就改成两个礼拜更新一次或之类的，我再思考一下看要怎么样会比较有效率，好不好各位。那最近我会换新电脑，所以可能换新电脑的话，我再找时间去试玩看看日服，因为我现在旧电脑没有办法玩日服，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更新啦。对对，那等新电脑来再看看吧，一切都再看看啦，好不好，我再来思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或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个喜欢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给你朋友或是同学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话，我就更动力去做秀，按了订阅关系下订阅朋友小铃铛，在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通知你哦。那么下期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